昨天花龙九斤的吧，应该是。哎呦小呦小，抓死我的手了。今天搞个刺身吃吃，看看能不能上热门啊，上不上热门就看你们双击给不给地了，给我磕个双击不要钱，给个免费的双击，不要的那么生硬啊，哦，要植入懂吗，给个免费的双击。哎呀，要不要我帮你？是剪纸，也不用扒那个。要不是为了拍视频，我才不买呢。400-500块钱一斤，我一个孕妇，我还吃不了。要不我来吧？你找个凳子坐着。好嘞。打的还要撅天上去给你。调个小料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把我碗都要卖了，放点酱油吧，给你多倒点。好，你尝尝鲜不鲜啊。啊，这是高价刺身，这一口有点奢侈呀。哎，你自己用手呢你？那我自己吧，我自己。哎呀，拿错了啊，大晨晨的。哦，看到没有？哎，麻溜的。好嘞，往下滴大水了。好了，好。这个花纹倒挺好看的，你挡我脸了。不准出镜啊，必须在镜头里。享受享受，要表现出贼享。